各位善知识，《大佛地经首楞严经》第五卷，现在是讲的第20水大圆通，就是月光童子修水观，由此证到圆通。那么月光童子就说明他修持这个水大圆通的经过啊。月光童子即从做起，顶礼佛足而白佛言：前面地大圆通，这个持地菩萨的话说完之后，月光童子要说他的水大圆通，那么就从这个座位起来，礼佛，然后禀白于佛。月光是修这个水大圆通的菩萨的名字，一般人一听到月光啊，就会想到天上的月亮，因为就是那个天上的月亮吧。这里不是的，是个名字啊，是人的，因为菩萨的名字不是天上的月亮。世界上往往会有把这个自然界的万物啊拿来做人的名字呢，所以日光月光都会有做名字的情况，或者是说东方世界有月光菩萨，日光菩萨、月光菩萨，可是这里不一定是指哪一位月光啊，那么这只是修水观的一位月光菩萨啊。月是水之精啊，显示清凉之意，所以他修水观而证到圆通，因此也许由此啊叫做月光的名字吧。而童子两个字啊，就是菩萨的通称啊。例如在其他的经里也称文殊师利童子啊，华严经经常有这种话，入法界品的善财童子，那个童子也就是指菩萨，不要以为善财这个小孩子啊，就是善财菩萨。那么这个童子就是指的月光菩萨的名字啊，他是个行菩萨道的人，因此他称作月光童子，简称就是月光菩萨。月光童子他从座位起来，顶礼佛，然后禀白佛，说明他修水观证水观的话啊。我欲往昔恒河沙界有佛出世，名为水天。他说我想到，意思回想过去久远的事情，过去啊，往昔过去久远多久啊？像恒河沙数那么多的结束之前啊，假定以恒河的沙一粒沙算一个大劫，就是世界全住坏空一遍啊，像恒河的沙子算尽啊。那么长的时间的劫之前，那么这个世间呢，有一尊佛出现世间，有一尊佛出现世间。这一尊佛叫做什么名字啊？名为水天，佛的名字叫做水天，就是水天佛。一般注解往往就把这个水天佛呀，认为就是晚上88佛里面也有一位水天佛，认为就是这一位水天啊，是不是我们没有办法断定，不能说是，也不能说不是，因为经文里面没有明文说明说啊，就是88佛的水天，我们不能断定是啊。但也有可能是，不敢说不是，不过这个不必去细细研究啊，只是当时有一尊佛出现世间啊，那么这个佛的名字就是水天。也许这个水天的名字啊，跟88佛的水天佛的名字是同名吧。古来同名的很多，不但佛菩萨有很多同名，人的名字也一样是很多很多同名的啊。所以因此之故，我们就把它看作久远之前有一尊佛出现世间，这一尊佛名字就叫做水天啊。88佛里面的水天佛，也许他们是同名的。水天佛为什么叫做水天呢？一般喜欢望文生义啊，我们可以这样说，他也是修水观，由修水观而证到圆通，证到第一义天。这个天呢、而在佛法里面不一定是指天上的天，第一义谛之理，那是天然之理，本来如是，所以叫做天啊。由修水观而证到圆通，由此亲证第一义天，因此叫做水天佛。因为他自己是修水观而证圆通成佛的，所以他也就以自己自修自法教弟子们也这样子做。所以说教诸菩萨修习水观入三摩地，诸菩萨就是水天佛的弟子了，都是学佛的，行菩萨道的，所以有不止一位叫做诸菩萨。水天佛教他的弟子们，所有的菩萨众修习水观啊，修啊，以这个方式来做修行的法门，学习水观，灌水的方法啊，就是把水啊用心去灌，灌成心水打成一片，心水不二，心水圆融啊。到了圆融的境界啊，心就是水，水就是心，就是前面七大的文字里面所说的啊，这个性水真空，性空真水的那一种境界。那么他这样子教修水观，由此入三摩地，就是入三脉。三摩地心意，也就是三摩提，就意就是三脉，就是由修水观而证到圆通，证到三脉啊。那么怎么观呢？下面说明这个修观的方法。观一身中水性无多啊，先观他自己本身，从内修观，由这个身体上，自己身体上有水呀啊，从身中的水的性质啊，跟其他的三大不会互相侵托。人身也是地水火风四大假合而成的，地水火这三样东西呀，它也相克也相生，相克会相多，相生会相成。现在这里我们身体上虽然有这个相生相克的情况，可是它们不会互相侵夺啊，在身中自由自在的自由运转。例如水是克火的啊，土又能克水，地就是土啊。我们这个身上的地水土三大论克，地会克水，水要克火，相克。论相生嘛，他们也是可以会彼此相生的。地里面有金，地含金，地里面有金，金能生水，所以地里面的金啊能生水大，所以地跟水有相生意啊。而水能生木，因此水中含有木，木能生火，树木的木啦啊。木能生火，水本来是克火的，可是它能生木，而它的木就能生火啊，所以又是相生的。水火本来相克，可是水中有木，木能生火，又变成相生了。而火它因为有木而能生，那么火又能生土，所以彼此又是互相生起的。所以相生是相成，相克是相多。现在这里观察起来，我们身上的这四大彼此都能相生相成，不会相多，不会请多啊。但是有时反复身上会发生一些啊彼此重轻不平衡的情况，那只是生病而已啦，不会发生大问题，很容易调和的。现在要灌水的，从自己本身的水性方面来做灌。粗从剃度，如是穷尽，精益精些，大小便利，身中宣乎水性一同。这是身中之水呀、啊，把它通通细细的观察。粗是开头，开头先从自己身上的水分来修灌。涕，鼻涕啊，鼻子里面流出的涕就是鼻水啦啊。唾是口中的这个口水啊，现在的人呢，很会用口水打仗啊，口水战，这个从前啊，在历史上没有看过哦。还有啊，在所有的词典里面也没有这个名词，叫做口水战的名词，这是现代的新词海啊，要新的词汇。口水，人人口中有水，口里面如果没有水就不行了啊，所以口中有水啊，吐出来的痰啊，涕唾，这都是身上啊这个鼻子口中所有的水分。如是像这样是观察全身的水分啊。穷尽，穷就是尽，尽这全身所有的水分，把它好好的做灌啊。精益精些的这个第一个精字，这个精指舌下的精液，舌头际最际，舌下有水，有龙泉呐啊，龙泉就是水呀、啊，舌头下面有龙泉啊。道家叫人时啊吞咽这个龙泉，就是用舌头去搞在嘴里面的水，把它搞成有水分，然后咽下去，咕噜咕噜把它咽下去啊。这个就是津啊，天津的津的这个三点水的津啊。一是一体，全身内部的五脏六腑都有水的一体啊。津指骨髓里面的这个水分啊。血，全身的肉血脉所有的血液通通都是属于水分。神志煮水，不干净的大小便利，小水都是水分，大便也占多数的水分，所以这个大小便利的出水跟身中所有的水分也是相同，通通把它集中起来做灌啊。那么他们这些水分呢，在身中宣乎，宣是转，乎是来往啊。身中来往在哪里运转？虽然有清水煮水的不同啊，有干净的，有不干净的啊，但是它们都是属于水分，水的性质的实性相同的啊。凡是有水，必定就有实性，水必定有实性，有实性的才是水啊。因此啊，观自己身中所有的水在哪里运转，宣乎就是运转了啊。身中新陈代谢在哪里运转，不停的啊。那么可是这个水性呢、啊，水的性质的实性彼此是完全相同的啊、那么因此自己本身的水灌清楚了明白了，然后灌外界的水，外面啊，见水深重于世界外浮通往上啊，诸乡水海等无差别啊，这是灌外水。按照华严经说啊，这个大世界华藏世界底下有个大莲花，大莲花上面有很多这个香水海啊，这个香水海中很多这个世界，每一个浮床王沙啊，那么这个世界就有20重，下小上大啊。那么住在一个一个莲花上，这个叫做啊浮床王沙啊，详细呀、在《华严经》啊《华藏世界品》就详细说明啊。如果要简单明了，看二括弧解前面的那个图案，二括弧解前面有这个图案啊，它有华藏世界啊这个世界海的图案，看就知道，这里没有办法细说。那么看到自己本身的水跟外面浮通王沙里面啊，就整个世界外有世界无量无边，所有的香水海的水都没有差别。这是说指外水，身上的内水跟外面的外水彼此同样都是实性，没有差别，同样是水。他以这种方式，都是佛教他做观的方法。用这种方式去修观，观内外水打成一片，啊！我以是时出生持观，但见其水，未得吾身。这是说他啊修水观的经过。我月光童子自称，我月光用啊这种方式，在那个时候亲近水天佛，按照这个方法修观，初初成就这个水观。灌成了，怎么灌成了？水跟心打成一片，水就是心，心就是水，心水不二。入定的时候，能够把全身变成水，啊，地水火风四大，等到它水灌灌成了，地火风通通都融入水大里面，同一水性。啊，所以啊，只见水，单单见到水，可是他还不能够把身体忘掉，还有身相，自己的身的观念还存在。意思就是说，不入水灌的定，跟普通人一样，有身体，啊，有一切的举止动静，跟平常人一样。入灌的时候，他能够把身心整个融为水啊，这是谓的无身。虽然水灌成就了，身体还是存在。当为比丘世中安禅，那个时候在水天佛面前，他在修观的时候，他是个出家人，是为比丘啊，在房室中安禅，安禅就是很安静的入这个水灌，这个禅。就是他所修的水灌的定功啊，他在房间修水灌入定啊，他在房间里面就是这个月光童子自己的禅房了，在自己的房间里面入灌的时候啊，一打坐一入灌，全房间都是水，他的房间里面就变成整个房间是水。所以我有弟子归创灌师，唯见清水便在诗中，了无所见。他一入定，整个房间只有清净的水啊，没有别的东西，慢慢在这个房室之中。他有一个弟子，可能是个小沙弥吧，啊，他又来见他的师父，看到师父房间门关住了，关住不晓得有没有在里面，又不敢敲门。那么他这个门呢有缝，从门缝里面往里面看，那个龟，这个龟字哈有两种写法。现在我们书本上是门字里面规矩的规，另外一个写法是这个宝盖头下面一个八，写字啊，洞穴的写字，下面写个龟啊，写字下面写个龟啊，这也是龟。这两个字是同字异体，同样的字啊，体写出来的字体不一样，但是用途相同，意义相同。所以这个字归窗关石的这个归，写名字的归也可以，写鞋字头的归也可以啊。所以有些其他的楞严经或者注解，你看到有这个宝盖头八字下面一个归，这个归跟现在门字的归同样的，只是一体而已，写法不一样啊，它的用途是相同，所以都不是错，不要认为是错，不要改。他的弟子啊，这个可能是个小沙弥，他来看师父，门关住了，门关住看不到怎么办啊？从门缝里偷窥，这个窥本来就是个偷看。从门缝里看进去，哎，好奇怪哦！房间里面只看到清水，干干净净的水，维持单单，只看到整个房室里面满满的水便在室中，周遍在整个师父的房室里面，其他没有东西了，了无所见，其他完全没有看到任何东西。小孩子同吃。吃死小孩子了，这个小孩子就是小沙弥了，无知，他不了解，不知道师父入观，他看着这么奇怪哦，房间里面是个整个是水哦，那么他就好玩啦，找了一个小瓦片，同时无知，取一瓦砾投于水内，即水作声。顾盼而去，好玩啦！小孩子看到满满的水吗？哎，可能是有窗户吧。他把窗户稍稍开了一点点，拿了一个小瓦片，往窗户的缝里面就把它丢进去，哒，有水声，有声音丢进去，而这个看到这个瓦片呢，就从水里沉下去了，沉到下面也能看到那个瓦片，积水以作声。丢进去啊，会有声音啊！他丢进去看了一看，顾就是看啊，看了已经想走了，又回头再看啊。窗户关起来，看进去还是水，那么因此他就离开了啊。这个月光童子等到他出定之后，又恢复原来的身体呀。我出定后顿觉心通啊。他一出定啊，因为给小孩子投了一个瓦片了，这个瓦片在水的时候投进去，在水里，等到他恢复原来的身体呀，你应当要知道这个瓦片就藏在他的身体里面来，就在他的身体里面，因为那个水就是他的身体呀，所以这个丢进去的瓦片就在他的身体里面，所以他一出定啊。觉得心很痛，顿觉心痛，丢到他的身体里面嘛，而现在这个瓦片大概不大了，这个瓦片就融在他的身体里面，带在身上，他不知道，他入定他不知道，但是这个情况怎么样呢？如舍利佛遭以危害鬼，舍利佛证阿罗汉果以后，有一天在恒河边打坐入定。一个叫做危害，一个叫做腐害，两个鬼从空中经过，看到舍利佛呀，这个危害鬼看到这个腐害啊，抓住拳头又打舍利佛。危害叫他，不要打他，不要打他。腐害说你说不打我才打看，抓住拳头往舍利佛的头捶一下，然后走了，那么这个时候舍利弗出定之后就觉得头痛，头好痛但是为什么会头痛不知道，那么佛跟他说是这个腐害鬼打你，危害鬼危害不打，是腐害打的啊。这个呢，详细在大智度论里面有讲。他被腐害鬼打了一拳啊，佛说如果你不是定功属性呐、啊，普通人的话，那个头已经变成粉碎了啊，还能存在吗？现在你只是痛小事情啦、啊，过一段时间就好了啊。他说这个月光童子啊，当时的经过被这个一个小瓦片丢在水里，现在就在他的身上哦。他当时的感受啊，就好像这个舍利弗遭到腐害鬼所打情况一样，头痛。他不过舍利弗是头痛，月光是心痛啊。他心里在想：我自思维，今我已得阿罗汉道，久离病源。缘何今日复生心痛，将无退失。他出定之后，心里在想：哎呦，我已真正到阿罗汉道了，阿罗汉的道果我已经成就了，应当我老很久就离开这个病的因缘了。普通一般凡夫受病啊，是由内四大跟外四大彼此相多发生毛病，因此一大不调，百一病生。所以有病，他已经证阿罗汉果啊，应当是不会有这种情况，久离开病的因缘了，应当不会病了。缘何今日我忽然间心痛起来呢？是不是阿罗汉果会退失吗？护持中华护生协会，邮政划拨户名中华护生协会，划拨账号42138483，42138483，银行账号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，账号0120011956796，0120011956796，护持护生放生超度因生未生胎儿。觉照您的佛性般若，欢迎收看生命电视台。接下来请收看般若讲座。